很感谢市长在跟新北市长还有台北市长做出了这些重要的这个政治问题以及我们的整体这个建设问题的解决。但接下来我们关系着基隆捷运的成败，重点就是营运的问题。营运 要成败的关键是什么？其实就是接驳的路网的建构。那在这边我要先提出，直接先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我希望我们的基隆市能够向中央提出有效整合东北角各乡镇，尤其是基隆还有金山万里的与基隆捷运之间的这个接驳的整体的路网计划，这是第一。第二个要求是希望我们交通处跟公车处尽速的解决现在公车处司机员额不足的问题，现在阿路线已经出了很多的问题了。第三点，也要求我们的交通处要针对我们现行公车路线还有营运重新审视。前两天我在这个督发处的专案报告的时候，有提出一个案子，希望说督发处能够做出一个整体的微型公园维管的计划，能够让我们这个在区公所管辖的这种微型邻里公园，能够让督发处也是介入管理、介入监督哦。那今天早上我的这个桌子上面就出了这个督发处给我的书面的回函，上面是这样子写的：有关微型公园管理维护，并未订定要点，仅由各区公所自行维管。这个先跟处长讲啊，这个答案不及格，要由督发处来去找来相关的专业的人士，全面的去监督我们全市的这一种微型公园。因为我们现在也正在调整我们科的专业，不管是城乡风貌、里林工程、公园跟区公所的合作更密切，而且然后我们一起成长这件事情，我也一直跟我们景观总顾问、跟我们都设科跟公园科，我们都要下来聊下来，看怎么去处理，同步都要提升。以上大概是几个策略会去做。那如果是点的，我们来去做。以上先跟议座报告。那刚才我也取得了处长的承诺，那我们就用点的方式来开始。那我们这些微型公园，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好好的来去努力。